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战地风云一：浴血之战》。哇！我在干嘛？好险！好像可以下车修吼，这边这么安全。紧张气氛都没了，敲一下剩一半，进攻下一个。
把炮摧毁，避免等一下被拿来打我。打太远了，打到后面的人。Good shot. One less energy. 还有一座，在哪？这里吗？好，有。塞掉，不知道是哪一边的。哎呀，我不小心把我的队友给，抱歉抱歉。不晓得这种意外在战争中。不然真的常常发生，打到敌队哦。What's that gun？ 我怎么去对面啊？对面有座桥。哦。
完全没有看到这火炮。桥有点恐怖啊！你要是在上面被步兵给围了，就……角色关系，因为我的枪在里面。那可能会有死角之类的吧。对啊，中间有枪啊。应该是角色吧，角色有关系。哇哇哇！我卡住了。开上去，开上去，旁边可以走。快前进，前进，就快脱离了。好，再前进一点就到木头了。走路翻不过去。哇，他们整个爬上来。Are you two minds gonna get us all killed? Ed was behind you. 这么恐怖的武器，哇！要倒一个。为什么信哥会害死我们？好，为什么要反对信哥嘞？工具人呢？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青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